面对难以预测的环境变化，洞察先机，抓住机会，审时度势，战略运作是经营者成败的关键。宁夏论坛适时推出了由国际战略管理大师、来自新加坡的莫少坤教授的战略管理，着重讲述了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法，为经营者确定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覆盖面广泛，实用性极高，敬请您的关注。大家好，这里是山东教育电视台名家论坛的栏目，我是莫少坤，来自新加坡，继续讲我的战略管理跟制定。那么好，我们呢在第七讲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已经讲把三个管理大师的这个基本理论跟大家分析清楚。那现在呢，我们来讲讲呢核心竞争力的理论。核心竞争力的理论非常关键，因为现在呢很多企业在制定战略的时候呢，都应该把它建立在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有了核心竞争力，那我们呢成功的希望应该是比较高。那到底核心专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基本上呢，它是由一些东西所组成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综合体。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用一棵树来形容。那么一个企业就像一棵树啊，就像一棵树。这棵树呢，有树叶，有花朵，有果实，有树枝，有树干，而且呢有主干，最后呢有树根。那么一般来讲呢，树叶、花朵跟果实代表什么东西呢？那就代表呢一个企业的最终的产品。树叶、花朵跟果实代表一个企业最终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海尔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呢？各种各样的电视机，各种款型的这个洗衣机，各种款型的冰箱，每一个款型都是一个最终的产品。或者说北大跟清华呢，有各种各样的科目，每一个科目呢最后都是一个最终的这个产品。那么最终产品呢，基本上都是客户能够接触得到的，而且呢客户可以买得到，客户可以享受得到。但是核心，我们的最终产品是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呢？不是啊，不是。核心产品只不过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成果。那么树叶、花朵跟果实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我们的所有的树枝跟树干上面。那么树枝跟树干就代表我们的业务分支。那比如说海尔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这个产品呢？主要海尔有各种各样的事业部，有冰箱事业部，有空调事业部，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洗衣机的事业部，等等等等。那么清华大学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学科呢？那就有很多院很多系。山东大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学科呢？也有很多院很多系。那么这个那就叫做业务分支。业务分支越多，那基本上呢我们的最终产品可能就会越多了。好，那么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的业务分支呢？一定是我们有很强壮的主干。主干代表什么呢？主干代表主业啊，代表主业。比如说海尔的主业就是家电。比如说呢清华大学的主业就是大学，搞大专教育的。那么主业越做得越好的话，那基本上呢树根啊，那个树干跟树枝就会越多，最后呢花草树啊，那个花树叶跟果实可能也就会越多。好，那么谁来维系这个树的成长呢？那最后我们要分析到树根。其实呢树根就像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专长，或者叫做核心竞争力都可以。那么这个核心专长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核心专长能够输送各种各样的养料到树各个到各个树干去，而且呢能够维系生命，能够生生不息的每个季度能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果实出来，而且呢能够巩固树身，能够使到这棵树呢能够面对外界的这个挑战。外界如果有狂风暴雨的话，那我们这棵树呢能够站稳的这个阵脚。那么树根那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两个学者就讲呢，树根才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专长。我们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跟精力放在树叶、花朵跟果实的照顾，我们应该把更多精力花在什么呢？树根的这个培育上。那么树根一培育好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有源源不断的开发我们产品跟服务的这种能力。那么树根如果培养的好的话，我们就呢能够稳住这个树身，最后呢能够形成我们的竞争优势。那到底核心专长是什么呢？我尝试用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呢，那把这个专长呢把它给归纳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认为呢，专长的构成最重要的载体，那就是人。人是整个专长呢最重要的构成的这个载体。如果没有人的话，专长呢就没有办法通过人呢来表现出来。还有呢，这些人身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跟观念，我们一定要使到我们企业里面的人有新的知识跟新的观念。那么一群有知识有观念的人在一起，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有识之士。一群没有知识没有观念的人在一起，我们把它叫做乌合之众。基本上呢有很大的不一样啊。所以有知识有观念的人，那是形成专长的一个部分。再来，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科技、技术跟专利。如果我们企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有各种各样的专利，有各种各样的科技基础，那我们呢就有具备了专长的这个条件。好，再来，再加上呢，我们企业里面的人呢，所什么呢？所长年累月所积累的经验，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关系，网络关系，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形成我们的专长。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各行如各山，如果我们在这个行业呢混了摸了很久的时候，那我们的关系网络跟我们的这个经验那是非同小可的，那么不是跟一个刚刚初出茅庐的人呢基本上是可以比拟的啊。所以呢关系跟这个经验呢基本上呢也是核心专长的一个部分。再来，那就是组织结构啊，组织结构如果比较完整的话，它就能够呢把整个资源给整合起来，而且能够适应，能够释放这个资源的这个生产力。再来的话，那就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管理制度，我们的什么呢？生产流程，还有我们的销售网络，这一些都叫做专长啊，专长。比如说呢，联邦快递，老实讲，联邦快递并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联邦快递为什么能够做得好呢？联邦快递就是有很好的销售网络，有很好的什么呢？有很好的流程，而且有一个很强的后勤的系统。正是这三个东西呢，那使到呢联邦快递能够在竞争中产生出很好的这个效果出来。好，最后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企业文化啊，企业文化呢也应该是专长的一个部分。如果有很强的企业文化，那将会指导我们的员工呢改变他们的思维，改变他们的行为。比如说 3M 公司为什么具有这么强的创新能力呢？因为它的文化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强调员工必须要创新的。它的制度里面呢也是在什么呢？也是在设法呢释放这个创新的这个生产力的。好，那么核心专长的构成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整合之后呢形成一种综合的能力。这种综合的能力可能体现在我们比别人能够制造出更便宜的产品，或者我们比别人更能够什么呢创造出更好的这个产品，或者呢我们比别人更能够更快的什么呢制造出产品出来，产生了成本优势，或者呢质量优势，或者是这个什么呢速度上的优势。这些东西加起来形成了一种综合的能力，这种综合的能力那就叫做核心专长啊。当然这种核心专长呢必须配合我们的一些硬体，比如说配合我们的一些设备，配合我们的一些资金等等等等，那就形成了我们的这个核心的专长。那核心专长有什么用呢？那有两个方向啊。第一个，对内呢它能够源源不断地帮忙我们开发出新产品跟新服务出来。它能够源源不断地帮我们开发出新产品跟新服务出来。比如说呢，山东教育电视台呢就是有什么呢是吧，教育广播这方面的这个专长，然后呢从这个专长出发，它就能够开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栏目啊。那么这个呢那就是什么呢，这个对内能够产生出这个产品跟服务。对外它有什么作用呢？对外呢它能够抵御外来的这个威胁，也就是对外它能够形成竞争的这个优势。所以呢核心专长老实讲呢那就是产品跟服务的根本，也是竞争优势的根本。如果失掉了这个核心专长之后，那基本上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创造这两个东西。我们在讲核心专长的时候，大家应该呢把一个概念给理清。请问专长等不等于产品呢？大家想想啊，请问专长等不等于产品呢？
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不等于啊，不等于专长，不等于产品。但是有了专长之后，我们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产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因果的关系，不是一个同等的关系。第二个，有了专长之后，一定会形成竞争优势吗？或者我们讲呢，专长一定等于竞争优势吗？其实不一定啊。但是有了专长之后，我们就有条件创造竞争优势。所以呢，竞争优势的根本是核心专长，产品跟服务开发的根本也是核心专长。所以这两个学者就讲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很多力量全部放在专长的建设跟专长的开发这方面。那最终呢，我们将形成竞争优势，最终呢，我们将会有源源不断的产品跟服务。好，中间最重要的载体其实是人，大家记得吗？5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科学家呢，千辛万苦从美国逃回中国，那么这个人就是钱学森。中国得到钱学森之后，中国不是得到钱学森了，中国就形成了一种核心专长，这种核心专长就是制造什么呢？火箭跟导弹的核心专长，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么以后呢，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之后，那就形成各种各样的洲际导弹，形成什么呢？神舟4号、神舟5号，这乃至于将来的神舟6号。那么这一些什么呢？这一些都是专长的什么呢？积累啊。所以专长是要靠积累的，积累之后呢，到最后呢，在某一些方面呢，产生出产品出来，或者产生出优势出来。好，这就是专长的这个意思啊，专长的意思。那么专长呢，基本上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呢，专长总共有10个发展阶段，我把它分成三个小组。第一个阶段叫做辨别专长。作为企业家，我们一定要知道未来我们需要哪一些专长，我们需要哪一些技术，我们需要哪一些文化，我们需要哪一些制度，我们需要哪一些人才。我们首先要辨别专长，辨别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专长。辨别专长之后，接着下来我们就培养专长，在我们公司的内部呢进行培训，或者进行什么呢？进行考验，进行试验，那么培养我们的这个内部的这个专长。那么培养比较慢，如果我们不想培养的话，那就干脆什么呢？干脆引进专长，把专长给引进。专长引进是通过什么引进呢？第一，可以什么呢？引进人才，把人才给引进进来，这叫做引进专长。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啊，经常呢把各个国家的这个专业人士呢，或者科学家呢，把他给他新加坡公民，那么当成什么？当成是新加坡的这个分子，那就是引进专长啊。因为新加坡人口比较少，你要创造出呢很顶尖的人物，老师是很难的啊。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新加坡到目前为止连一枚金牌都没有得到啊。那么最接近的呢，以前的一个很久之前的不说了，这几年呢最接近的呢，那都是什么呢？那都是中国选手为中国所创造的啊，那就是新加坡所引进的这个什么呢？乒乓选手或者是羽毛球选手呢？那啊，以新加坡的名誉那去比赛，那么这个方面那就叫做引进专场。像浙江的华丽呢，那就买下了飞利浦在美国的 CDMA 的研究技术，那么华丽从此就有这方面的这个专长。你可以买下专利，可以引进人才。那么好了，你如果辨别专长呢，培养专长，引进专长之后，最后必须把专长给整合起来。那么要整合，那才能够形成一种综合的这一种能力，这是第一个部分。好，第二个部分总共有3个阶段，那我们就必须要深化专长，把专长加以深化啊，加以深化。深化的话呢，使到我们的专长呢比别人做得更优秀，别人要跟我们竞争的时候呢，可能呢会比较费劲。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专长呢，那就会形成竞争优势了。接着下来，我们要延伸专长，把专长延伸到其他的领域。那么我们有这方面的专长，我们可以把这个专长呢延伸到我们的子公司，或者延伸到我们的战略联盟。那这样子的话呢，专长就能够帮我们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还有呢，接下来叫做改造专长。如果专长落伍的话，那我们必须要改造专长，使到呢我们能够继续跟得上时代。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也有三个阶段，那是第八、第九、第十了，那叫做积累专长。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什么呢？有一定的这个程序来把这个知识，把我们的这个专长加以积累啊。那么基本上两个，我们一定要建立什么呢？知识管理的机制。知识管理的机制，那基本上呢就能够什么呢？就能够使到我们的专长能够得到有序跟有系统的积累，或者呢我们把自己形成一个所谓的学习型的这个组织。那么学习型的组织呢，那就是整个组织在学习，那基本上呢就能够当成是一种积累专长的一种手段。好了，积累专长之后，我们呢找个机会发挥我们的专长，把我们的专长给发挥起来啊。最后我们应该要保卫专长，保卫专长最关键的其实就是保卫我们的人才不要被别人给挖走，保卫我们的科技不要让别人给学到手。那么如果能够保卫专长的话，那我们呢将能够什么呢？永远领先。如果专长一失掉的话呢，那这边呢可能就会有问题了。别人掌握技术专长，再通过他的专长来降低成本，那就用成本优势来把我们给打败。那么这个保卫专长那是很关键的，保卫，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十点的话，专长就是别人偷不走挖不掉学不来的一门绝活。那么这门绝活呢，那就使到呢我们能够使别人呢更加有什么呢，我们使别人在竞争的过程中，我们比别人更加有竞争的优势，我们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所以专长可以解释成什么呢？就是一种综合的能力，别人没有的我们有，或者别人有的我们比他更好，或者别人好的我们比他更优，或者别人优的我们比他更新。那永远领先别人一个马币，我们的专长就能够形成竞争的这个优势。这就是整个专长的十个阶段。所以说专长是一门绝活，有没有道理呢？有啊，非常非常有道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会看的人看门道，不会看的人看什么呢？看热闹。因为树根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别人搞电视台怎么好搞，我们也来搞搞看，但是我们不一定搞得好，因为别人有门道我们没有门道。门道是什么呢？门道是树根，不那么轻易容易被你看到啊。所以要学别人的专长的话，通常要经过一段比较长的这个时间。好，那我用这个图形呢来解释专长跟这个最终的产品的关系。那么这个呢，那我们可以讲到那是佳能企业啊。佳能企业呢基本上建立在四个专长的基础上。佳能呢有什么呢？有精密机械，有精密光学的这两颗技术，再来呢有微电子的这个技术，再来的话有精密制造的这个专长。那它有四个专长，那么四个专长形成两个主业啊。比如说专长一跟专长三，那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我们的主业二。专长四跟专长二，那就形成了我们的主业一。那这两个主业呢，那就开发出各种各样的业务分支出来。比如说主业二，那就形成了业务分支一跟业务分支二。那么业务分支一跟二就创造了最终的产品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呢，那个主业一那就形成了业务分支三跟业务分支四。业务分支三和四就形成了我们终端的产品的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那么专长跟最终产品的关系呢，那就是树根跟什么呢？跟树叶花朵的这个关系。好，我们来看看世界的五个出名的这个企业，他们是如何来利用他们的专长为他们的企业呢，而为他们的客户创造价值的。好，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沃尔玛啊，就是沃尔玛。沃尔玛呢为客户创造什么价值呢？我在这里讲，沃尔玛呢是给客户多样性的产品，
而且呢低价，而且呢基本上呢是什么呢，基本上呢是有供货连续不断。我们去到沃尔玛，我们很少呢买不到我们所要的产品，去到沃尔玛我们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产品，去到沃尔玛呢我们基本上呢可以买到什么呢，多样性的产品。那么为什么沃尔玛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为客户创造这个价值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沃尔玛有很好的什么呢，有很好的核心专长。它的核心专长是什么东西呢，它的核心专长就是呢无以比拟的一种呢全球的一种物流系统。它的物流系统非常的好，能够全球采购、全球物流、全球配送。假定呢他在山东呢某一个地方找到了某一个生产商，那么这个生产商生产这个产品不错，沃尔玛就可以下全球的订单。那么呢这个山东厂制造出来之后呢，那就可以通过沃尔玛的物流全球发送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每个沃尔玛的终端都能够呢拿到最好跟最便宜的这个采购品。那这样子的话呢，沃尔玛就凭着这个物流系统呢，就建立起它全世界呢第一大企业的这个能耐。那么沃尔玛的核心专长不是靠科技，那就什么呢，那就是物流系统呢特别特别的优秀。第二个，那我们看看索尼。索尼呢基本上为客户创造什么产品呢，创造短小精巧的终端产品。索尼在这个最终产品的设计方面设计得非常好，设计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巧啊，非常接近人心，而且非常个性化啊，所以每个人都非常喜欢索尼的这个产品。但是呢索尼呢没有不索尼在电话的技术方面呢可能不够，那就什么呢，那就跟什么呢，跟这个爱立信合作。索尼的核心专长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它有迷你化的能力。所谓迷你化，就是能够把产品把它给变小化，把它迷你化，它有迷你化的设计跟制造的能力。那么自从索尼跟爱立信合作之后推出的手机就叫做索爱。那么索爱的很明显的那就比原来爱立信自己的手机更加什么呢，更加清新，更加活泼，更加呢人性化。那么呢索爱那基本上呢就结合了爱立信的手机的技术专长，再加上了什么呢，索尼的设计跟这个制造的这个专长。第三个呢，那基本上呢，那是什么呢？那是联邦快递。联邦快递为客户创造的价值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准时、准确，而且呢，承担得起的递送服务。它基本上呢，比较能够准时、准确，而且呢，成本呢，可以呢，让你呢负担得起。那么为什么啊，联邦快递有这么能耐呢？因为它有无与伦比的后勤系统。后勤系统比较成功，能够追踪每一个邮件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他敢答应你今天在济南交货，明天就到香港，后天就到什么呢，后天就到美国，那他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接下来 EDS 呢是一个电脑设计公司。 EDS 为客户创造的什么呢，创造的价值就是流畅及时的这个传递。那么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它有什么呢，系统的整合能力，系统的整合能力很强。那在这个终端呢进入一个消息，在那个终端马上就能够有回应。最后一个诺基亚，诺基亚为顾客提供的价值那就什么呢，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通讯的这个能力。为什么诺基亚这么强呢，因为它有无线通讯的这个专长。所以所有的企业基本上呢那都有什么呢，自己的核心专长，最后呢那才能够呢为客户创造这个价值。好，那么这个呢那就是这个核心价值的这个创造呢，客户价值的创造呢，基于企业的核心专长的这一段。好，我们到最后呢可以用核心专长呢来做一个简单的什么呢，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结束。我们画一个企业的成长图，请大家看一下。这个企业在成长，从零开始，假定一开始呢瞄准5亿的目标，结果5亿达成了。那么达成了5亿之后，再定下一个10亿的目标，结果又达成了这个10亿的这个目标。那么接下来定下15亿的目标也达成了，然后呢再来定下25亿的目标也达成了，定下40亿的目标也达成了。那年年定标，年年达标，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应该是好事啊！你年年定标又能够达标，那当然是好事。
不过我们看这个图形啊，我们感觉到有一点担忧。为什么呢？这个图形是不断的往上冲啊，往上冲。那么争取业绩那是理所当然，但是一直往上冲的话，你就给人家感觉到他是独木难支啊，啊，独木难支。那么如果一直往上升的话，基础那就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浅。那么呢，一碰到呢风吹雨打的话，那很肯定呢，这个木呢，那就不会什么呢？不会有那么强的抵抗能力。好，企业的成长是不是这样子呢？是的，一般企业成长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把它叫做公司的业绩继续开拓，继续创新啊，继续创新，基本上都是这样啊。中国的很多企业呢，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发展的过程中，成长都是比较快的，但是成长快并不代表你稳定啊，并不代表稳定。那么这一个图形呢，老实讲呢不太合理，而且呢看起来呢也令人担忧。那我们应该把这个图形呢稍微再改一改，如果改成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呢会比较舒服啊，比较舒服。也就是说，企业呢每到一个阶段，我们一定要向上发展，向下什么呢？扎根啊，扎根。我们有在五亿的时候，我们要有五亿的资金、五亿的人才、五亿的组织结构、五亿的企业文化。来到15亿的时候，我们要有不同的资金、不同的人才、不同的管理制度、不同的什么呢？不同的科技技术。来到40亿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不同的这个核心专长。所以，核心专长一定要伴随着企业的战略的什么呢？成长，它为企业战略提供了什么呢？提供了基础啊！如果没有核心专长的话，企业的成长呢，那就离开了什么呢？离开了它这个基本点，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好，那么这个呢，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易经的精神，那就是向天发展，向地什么呢？积累啊，向天发展，向地积累。发展是没有空间的啊，是没有这个界限的啊，你可以不断的发展。那么积累也没有什么呢？也没有这个，也没有极限的，你可以不断的积累。好，积累些什么东西呢？我跟大家总结出两条。第一，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积累我们的核心专长。企业的核心专长，我们要不断的优化，不断的积累。啊，不断的积累，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边是什么呢？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的领导的什么呢？观念啊，我们的各级的领导能力跟领导观念一定要与时俱进。如果领导人没有办法与时俱进，那基本上呢，积累也就会出了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呢，那就是积累跟发展的一个图形。啊，企业的发展呢，一定要靠积累。所以我们讲呢，企业战略一定要依托我们的什么呢？核心专长。离开了核心专长，那是非常危险的。马来西亚有一个很出名的公司，叫做三纳美。三纳美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很大型的公司，做什么呢？做啊这个橡胶，做油棕，还有做房地产啊，做房地产做得很好，每年都赚钱。1995年的时候去买下一间银行，进入什么呢？进入银行业，那就是离开他原来的大树去开了一个小树啊。那么那95年赚钱，96年赚钱，97年很不幸发生亚洲金融风暴，银行亏钱，把以前的钱都给亏了，而且把当年的什么呢？三纳美在橡胶油中所赚的钱给亏了，还倒亏呢大概2亿左右啊。那么呢，这一个什么呢？这个打击非常非常重大。三纳美呢就赶快呢把这个银行业给卖掉了，终于承认我没有搞银行的什么呢核心专长啊。中国很多企业在搞多元化的过程中都觉得不错啊，我每个行业都成长啊，原因是什么呢？考验还没到来啊，考验一旦到来的时候，那就太迟了，很多小树都就会被连根什么呢？连根拔起。因为当环境一片大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做得风风光光，当环境不好的时候，那么保存呢竞争能力最强的、竞争优势最强的会留下来，那些没有竞争优势的，那就会被淘汰。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讲呢，那主要是呢跟大家讲这个核心专长的这个概念跟核心专长的重要性。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